你知道我现在空调还在运转，这些损失算谁的呢？对于这点你可以放心。你，就是你，之前你卖空调给我的，为什么没有付空调的遥控器给我？黄小姐你好，怎么可能没有付到空调的遥控器呢？安装技师一定有当面点交的啊。你的意思是我自己弄丢在诬赖你吗？叫你们长官出来。这个叫我们长官出来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明轩，没关系，我来。我刚刚大概都有听到你的需求了。我跟你们买空调没有附带遥控器，我怎么关空调？你知道我现在空调还在运转，这些损失算谁的呢？对于这点你可以放心，大金空调用的都是节能标章一级的冷气空调，所以对于我们公司的省电功能我很有信心。你可以结算一下昨天到今天的用电度数，我们一定会帮你处理。这你说的哦。还有你购买的机型应该是横钢机型，技师当初帮你安装应该也有在你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，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机吗？大金空调可以用远端操控，用手机来开关冷气，你看像这样。对啊，我都忘记可以远端遥控啊。喂，什么遥控器在冰箱？好，我知道了。